来看看我儿子，笨笨看见没有？啊？哎呀，笨笨在这儿呢，爹找你呢。啥意思？你指爹干啥？说话呀！啥意思？这孩子，就因为昨天我说你两句，你跟我玩无声抗拒啊？你说这孩子，你说这简直是没劲。阮小倩，你怎么也指我呢？把手放下。这孩子，这俩啥造型啊？狙击手啊？不是，笨笨啊，你可答应爹了啊，周末回去吃饭，我跟你妈等你好几个礼拜了，你就在这儿给我整这个啊？行，不说话是吧？王小倩，你是不是上我那个公司投简历想当收发呀？那现在我宣布你被录取了。但是你要不说话就说明你放弃了。行啊，这俩小子挺倔呀，谁也不说话是不是？这为啥呢？这是我问问吧。这样啊，我问，要问错了呢就歪歪嘴儿，要问对了眨眨眼，行不？这招行。你俩在这儿做游戏呢？哦，打赌呢？赌啥呀？这是啊，喂小米粒儿吧。明白了，我看看你俩能坚持多长时间。